朴赞犯罪队三轮总计分5分，不产生淘汰名额，朴赞犯罪队拥有了1个淘汰名额。丁青青战队三轮总计分5分，不产生淘汰名额，丁成青战队拥有4个淘汰名额。吴建豪战队产生2个淘汰名额，吴建豪战队拥有了6个淘汰名额。本场将通过战队大秀和双人中文歌作品比拼进行最终大淘杀。我们已经有4个淘汰名额了，所以我们必须拿出自己的100%。They're all hungry, they're all ready to go, and they're all fired up. 我们必须要拿到第一，今天 no one's going home。 接下来公布你要淘汰的队员。Why? 今天将是整个街舞争霸赛的最后一场。哇！本场将通过战队大秀和双人中文歌作品进行最后的比拼，决定今晚最终的淘汰名额。首先要进行的是战队大秀的比拼，每个表演结束后由现场评审投毛巾和裁判团打分。现场评审是由86位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成员组成。我们5位裁判呢是将从创意、编排、技巧、表演完成度5项打分，每项20分，总分100分。请注意，每位队长各自拥有1分的投票权，可以通过积分卡的形式把分值给到另外2个战队中你更喜欢的一个。不投的1分不能给自己。 Wow, that was really cool. Wow. 我们有1分的权利，看给是哪个队。也就是说，每组最终得分由裁判团的总分、现场评审的分数、队长打分组成，满分588分。本轮排名第一的战队在本赛段最终环节中将拥有1个特权，那就是最终的淘汰名额1%。大家都准备好了，有请3位队长移步到战队之家，抽签决定出场顺序。我去抽个签。Yeah，Hello，Hello， 哎，哇 ，Mummy，Are you a ghost？ Yeah，Mummy， 哇，这样帅啊，这个。You a ghost？ Oh no！ 小丁。OK， 我们简单的进行一个。队长大秀的顺序抽签 ，OK， 然后3个签，1、2、3，很简单 ，OK， 好吗？不会就是1、2、3，那也说不准。那谁先来？要不我们石头剪刀布 ？OK， 石头剪刀布，好，我最后，石头剪刀布 ，OK， 好，那么丁先抽，然后是朴队长。就不想第一。第一其实有些时候很吃亏。第一组要出战是新成新队长，第一支出战的战队是新成新队长。好，小丁的出场顺序我们看一看。OK， 第二位，朴队长，你来选。来了来了来了，李春林给出了96.5分。哇，好难。亮亮给出了89.5分。嗯。杨凯给出了，杨凯给出了95分。Same。杨文涛给出了97.5分。李冰冰给出了
85分。最终得分463.5分。Second。第一名了应该。Two more points than us。所以最终加上毛巾，朴宰范队长523分，丁程鑫队长547.5分，吴建豪队长549.5分，让我们恭喜无暇联盟。太帅了哥，666了哥，不干不干了。吴建豪队长让我今天有点眼前一亮的感觉，他这个舞蹈编得很聪明，他有发挥每一个人的特点，谁跟谁怎么样有特色，怎么样能组在一起，而且他很巧妙的一点就是他参与在其中，他是作为一个指挥家去做一些就是跟他的选手互动的东西，飞机的手还有吴建豪的那个指挥棒，他的那个组合那个想法还是很不错的。然后像创意我也是给了吴建豪的秀的是满分，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还有创意我觉得非常棒，包括他们整个团队的那种从头到尾就一直燃下去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是街舞里面我喜欢的那种能量。然后中间那些特技啊，然后各种的翻啊，全都放在一起，而且还不违和，特别是你不给的转圈那个很好看。这个大秀里面包含了朴队的和丁程鑫队长的所有的优点，所以我才给了高分。无暇联盟战队获得本轮第一名，你们将在本赛段最终的环节淘汰名额减一。Yes! I need that. 我需要。那就是五个人。我是真的需要。其实一知道这件事情其实还蛮值得，然后至少不会那么痛。いやもうめちゃくちゃ嬉しかったっすよ。なんかずっと実はうちのチーム負け続けてて、なんか弱いチームというかね、うちがね、そんな風に見られてると思っていて、なんかこうこの野郎見とけよっていう気持ちと、はい、それはバネスキャプテンと一緒に繋がって、私が外側にこうく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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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って回れてたんですけど、これは本当に本当に本当に大技ですよ。とてもんちょっと気持ちは怖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でもやるべきだと覚悟を決めて本当に頑張りました、はい、練習はとってもとってもとってもしました、一緒にキャプテンと、はい、ほとんど毎日寝ずにもう朝まで毎日やったんですよ。普通にすごいすごいすごいからもっ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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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いところまでレベルが上がって、私この技をやることが本当に責任感が頑張しっかり頑張って気がかちゃんとついてくる勝てることが久しぶりで、それがチーム全員で勝ち取れたことが一番嬉しいですね。差2分。辛苦啦。3、2、1、Let's go。肯定会有失望的，因为没有拿到最后的一程，后面我必须拿出100%，必须拿。他们两组这环节挺拼的，感觉我们。Even though I was a little bit disappointed that we got last place, I'm sure it was a great performance, and I'm sure a lot of people enjoyed it. I applaud and give respect to all the dancers on the show, for sure. 我们马上公布下一赛段的赛制，有请 MC。
帅哥。